说一二三四就喜欢你，然后说五六七八就爱上你，曾看透你的心，曾触碰你真心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就这样抱着你。已经出血了。对，像这种的话，就先用双氧水喷。喷好以后啊，撒点双氧粉就可以了，然后就行了。然后这个的话，严重的话就喂点消炎药，不严重的话就观察一下，单独放。微软一点的吃就。